作为一名人人艳羡又成功的女性，除了要拥有灵活的思想与过人的经历，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必须具备美丽的容貌、柔滑的肌肤和健康的身体。然而，现代人的生活繁忙紧张，尤其是女性们，除了工作事业，还得兼顾家庭，使得精神与健康都备受压力。加上由于忙碌而随意进食，没有注重摄取各种营养，导致出现未老先衰的迹象。此外，女性在接近更年期时，更要面对荷尔蒙的流失。想要挽回美丽的容颜与青春活力，其实也不难。Edmol 新推出的 Ed Beauty 天然美肤保健美容饮品，就有助回复女性的魅力。这种饮品乃是采用水果、蔬菜、谷类和草药所萃取的天然成分，同时再配以糖蛋白海洋谷胶原 GPMC 而成。糖蛋白即是人体成长中无论是骨骼、关节、皮肤及内脏等等皆不能缺少的重要成分，更是肌肤再生和细胞修复的主要元素。 Ed Beauty 即含有丰富的海洋谷胶原，所谓海洋谷胶原多肽型 Marine Collagen Peptide，乃是由海洋生物如海藻等所提取的精华物质，功效能强化骨骼关节，保养肌肤，使肌肤富有弹性，延缓皱纹，并有效强化身体各种机能。这是专为美肤保健而开发的天然美容饮品，本公司经过多番研究，并通过高科技方法把各种天然食材内部的特定精华成分提炼出来，以使女性恢复青春活力，尤其有助于平衡人类生长激素 HGH， 以延缓衰老。 Ed Beauty 美肤保健饮料不含颜色素与防腐剂，安全可靠，无副作用，味道天然美味，经常饮用将使肌肤从内而外的散发美感，除了能延缓皱纹，使皮肤更加年轻而富有弹性并光滑亮丽之外，同时还有助消除黑斑，使肤色均匀白皙，在美肤的同时还能温和地调节整体健康，使美丽与健康并举。 Add more, we add more to your life.